当我上次来这个就是布尔盖塞去看到这个现有的空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不是说单纯从艺术史上觉得这个作品是多么重要，而是我觉得就是它更是一种从精神上的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场所。我是张安利，然后我是一个 painter， 我是一个画家。 实际上，这两个空间的壁画实际上它成为我这两个塔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对照的一个依据。我倾向于一个就是很自然的一种流露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用最简单的一种画笔跟颜色，也是一种最古老的，就是人类记录就是生活跟传达一种情感和去表达的一种工具。 和方法，这个就是胶带纸壳盒子，是在我作品当中我用了很多年，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亲民，它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不经意就是到处存在的，但是呢，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非常朴实的一种材料呢，我同样就是可以反映出来一种。 一种精神状态。然后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做了很多关于空间的一些绘画实验，不单单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我尝试着在各种形态上面，就是展示一种绘画的一种新的形态。 在某种精神上的一种对话，我觉得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就是这几件作品实际上带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象征性。因为有的时候我希望就是观众他能够跟我进行对话，他成为一个这个作品非常完整的一个部分。 达成了这个作品，就是一种交流，所以说我非常期望，就是说每一位观众进来以后，他们也很强烈的自己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所以说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事情。